近日有媒体造谣王诗龄在参加综艺节目的同时喊姚明女儿农村娃，父亲王岳伦为此在微博发出声明，并称已经交给律师处理，如有再犯则诉诸法律。两个小朋友根本不认识，也没共同参加过什么综艺，天天造谣重伤，搬弄是非，你们有病吧。微博上短短的一段话却用了5个感叹号，足见王岳伦爱女心切，难怪说女儿是父亲的软肋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